我是观光列车团的110年5月8号南港站6:55。老板终于来了，我的 A 次回送南港的，特惠屏东6-300年彩绘不用码之奖哦，5.0版的彩绘不用码，天用2020年，天用2019。终于进站了，等好久了，等了55分进站。哎，那昨天也。昨天是我自己错过吗？是吧？昨天我跑完南港就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有害的，又看到彩绘不用码之奖，5.0版的彩绘不用码，好感动了。11A次，回送南港的不用码之奖，彩绘不用码之奖5.0版，然后大家跑访寮11次，中山南港访寮，开启车门。我下面跟班长们都在听我们的，就告诉我们刚刚各位置就拿再见，拜拜，开启车门，再见了，拜拜。